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又来到了我的频道，我是康都收法。今天我们来玩 Roblox， 这次我们要来比赛跑步了，各位。现在这个跑步比赛已经开始了，那我们就先开始这场比赛吧。我们就先开始跑步，日后有什么话，等一下再说。现在各位，我已经进到这个赛道里面了。我的跑速只有6，我的只有6，这个6的速度非常的慢哦，各位，这个是个健走比赛，健康行走。正常来说，我应该有跑步的啊，为什么我现在动作这么的慢呢？完全是跑不动啊！现在什么情况？我们比赛时间只剩下10秒钟啊！我只能等他比赛先结束啊，不然我这个速度到底要干嘛？我这个速度，我才刚从起点出发，然后走没多久就结束了。好。前面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好，我们现在重新开始。正常来说啊，它应该会有一个可以增加你跑步速度的一个方式啊。我现在看大家后面好像都有宠物，哎，每个人都有宠物啊，就我没有。哎，他现在要我点击，哎，哦，要点击才能增加我的跑步速度啊。各位有没有看到？我们现在速度开始上升了。70，70，70，有没有机会到90、100？感觉有机会哦，到100了。OK， 我们比赛，哎，比赛真开始啊！哇，我现在速度超级快，赶快开始啦，赶快开始去跑那个赛道比较实际一点啦。我快追上前面这位小兄弟啦。他为什么会跑比我慢呢？因为他刚刚点的太慢了。我现在速度到了最快啊 ,119。不知道单位是什么，没关系，就叫做速度119。OK， 我们到了第一个赛道完成。哦，这个一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拿到一个胜利啊。有没有看到现在 wins 有一。OK， 然后再看下面的进度条啊。哇，大家都跑好快哦。其实也还好，前面这边一团人聚在这，真正快的也只有几个人而已，手指头数得出来啊。我们现在就继续往前，我想看一下我到底怎么跑步的。就跟抽搐一样啊。这个动作有点儿好笑哦。现在速度又变11嘞，我看一下哦，要拿到5胜哦，要拿到5胜才可以抽这个宠物。5胜25胜175 1K， 哇哦，呦呦呦呦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胜场来到7了，我们可以来抽宠物咯，开箱一个宠物，5个胜利来啊，绿色的宠物 15%， 哎呀 15% 其实OK 啦，我的运气还算可以。哇哦，这可以加250跑速哎，250，哇，我现在就有274哎。哇，这边东倒西歪，哎，不对，现在要增加跑速了。竟然有个问题啊，它会把我胜场数耗掉哎。哎呦，我们先开始跑，我胜场数刚刚是7，我们抽完之后就剩2个胜场了。哎呀，好可惜哦。这样变成说，我要累积到25胜，我才能再抽下一个更好一点的宠物。先看一下可以装几个宠物。哎，他这边没写。要加一个宠物的容量需要花钱。OK， 又要花钱。OK， 这边看不出来可以装几只宠物啊，我们等一下试试看。我们测试一下到底可以装上几只宠物呢？因为每装一只宠物啊，我速度都变很快啊，直接翻倍成长。哎，我偷看一下大家宠物到底有几只�啊？我现在看感觉就是3只哎，最多就是3只了。哎呦呦，赶紧的，赶紧加快一下速度，好像就是3只哎。
果然最多宠物就是三只，如果不花钱的话。哦，现在更抽搐咯，你要说更抽搐咯。哎呦，他碰到墙壁会跌倒，还可以这样跑，横着跑，他一个横着跑，挺有趣的。所以他这样 每次跑两分钟两分钟都不会累啊，真会跑啊。我们现在速度892，真的是很会跑啊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已经拿到29胜喽，哎嘿，可以来抽25胜的蛋蛋了，来个1%的吧，这种要求会不会太奢侈啊？来个1%的吧，啊，蓝色小宝贝，竟然是50%的大哥，都不给面子，哇，他可以加700耶，真的假的啊？哦，对啊，最多就是装三只。他可以加700，我们把这个最烂的先解除，赚个最强的。我现在 1.3K 啊，哎呦，竟然有冒烟我的速度冲过去会有冒烟在加速的过程中竟然会冒烟，酷哦！他这次就不抽搐嘞，奇怪。现在速度更快，结果他动作更正常了一点，有点好笑啊！前面还在那边抽搐，直接口齿不清啊！因为前面动作真的太好笑了，还是说啊，他现在速度快到让我觉得没有在抽搐，但实际上他是有在抽搐的。其实那也是有可能啊，各位。我们目前的胜利已经拿到的562胜啊，所以啊，我要直接连开三次175胜的宠物了，各位，连开三次，来，不能连开三次啊，只能一次一次开啊，哦，好普通，50%。拜托，来个稀有的啊啊！怎么又是你啊？真的假的？不可能三个都一样吧？啊！我哭了，358，这种事情都发生了。哇哇！可是每一个都加 1.7K 的攻速不是攻速是跑速啊！哦，我现在光想，我刚刚真的很衰耶，连抽三个50%的，还都长一样，还真的是都长一样，都是这些红色球球啊，太无情了，真的是太无情了。啊，开始点击，开始点击，快提升我们的速度，赶紧提升我们的速度，哇，顶多撑到 5.9K 啊，极限了，来了，各位， 5.9K 的速度开始。哦，哇，还有烟雾哇，黄色的，红色的，还有吗？绿色的，没了。哇，我们已经快到有烟雾啦！看一下我们怎么跑步的，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快。现在的速度 5.9K， 各位看一下下面进度条啊！哇，我各种在移动啊！哇哦，可是有人好快哦。刚刚有人超车啦，我现在看得到他的残影啦。哇哇哇，碰到墙壁会不会变得比较慢啦？应该是不会。但是我们保持中间啊，我们保持在正中央，100到100了，到100了。这次有没有办法冲到至少到第二条吧？哇，我要被倒追了。他的速度超级快，超级快。咻一下。哇，他倒追了，就刚刚那一瞬间，我们到第二条了，到第二条了，哇，又一个人倒追我，这两个人太强了，好像可以到 25K， 我们这次可以到 25K， 就靠这三个小朋友啊，真的是哦，这三个宠物真的是很衰啊，完全没想到，我觉得我 25K 也可以过现在还有20秒，照这个速度来说，感觉可以过哦。所以这边竟然还有太阳啊！我已经几乎到一半了，真的，全部赛道的一半，基本上确实是到一半了。25K 就差一点了，我已经看到了，看到了，
一秒，哦吼 ，nice， 各位，吼吼，算达成一个小目标啊！我们现在先赶紧存到1K 的圣场数，然后去抽1K 的宠物。好，各位，我们走起！不知不觉啊，真的是不知不觉啊，我们的圣场数已经存到 3.6K 喽。所以啊，各位，我们可以去抽 1K 的宠物，连抽三次。哇！我们就是要连抽三次，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连抽啊！来，我们开始抽吧。低几率的，黄色的 banana， 50%。banana。大哥，行行好啊！哦，有来自红色的，都是50%的，我的运气怎么这么的背啊？哎呦，等一下，各位，我们先增加一点我们的跑步速度。哦，不是啊，我每次连抽三次，全部都拿50%的，那到底要我怎么玩？我的运气真的好差，真的好差，差到我都快吐血了，真的是快吐血啦！哇，再加 3.7、3.5、3.5K， 哇！我现在速度到了 12.9K， 来这白色烟雾、黄色烟雾、红色烟雾，再来绿色烟雾，还有吗？蓝色，还有，拜托，再出现一个烟雾吧！看来就是蓝色哦，紫色的烟雾，各位，我现在速度到了 12.9K， 各位，我们有没有办法好玩一轮啊？看一下，我们已经到快要到第最后一个赛道， 100K 的赛道，还有37秒，哇，感觉过不了哎。我觉得好像过不了30秒，要跑完最后一圈。哇，我们来到了地狱啊！这个什么地方啊？非常的灰暗啊，好像来到了世界的尽头。哎，20秒，哎，我好像有机会耶，各位，我好像有机会可以到终点，可以吧？速度都 12.9K 了，10秒，我们倒数10秒啊，到终点，真的5秒。拜托，让我到终点啊！看到终点了！拜托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在终点前跟我说结束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还有 1.3K， 我们胜场 1.3K。哦，我们再抽一次。No. 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又是50%的，真的是在搞我哎、欸！哎，可是速度也比较快。哎，那个多了0.2K 的速度，那好像还行的。我刚刚好像其实有到最后一轮呢，在我死前能有飞到终点。这次我们要确确实实的到达终点线，真的各位，我觉得这次应该稳了。刚刚我好像有慢一点出发，这次我们是最快出发的，绝对没有问题啊！而且我速度，哇，其实我速度跟刚刚是差不多的。OK， 我们到最后一个赛道 100K， 呼，又来到地狱喽！地狱之旅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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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各位 Go Go Go， 时间是不等人的。来来来，我们现在胜场数449，我们看一下，如果到终点之后可以拿到多少的胜场数。然后再说一个挺好笑的，我要被倒追了。我都已经跑这么快了，我还要被倒追耶。这些人是多强，这些人真的太强了。哎，我看到终点了，各位，449，看可以加多少正常。呜呼，哎，大概加了500吧。加了500左右，我们又从头来过了。太快了，各位。好啊，看来我们的目标也达成了，我们终于跑到终点了，各位。好，那我发现啊，其实还有更好的宠物哎，可是要花更多的胜场数啊，这个至少要10K。
哇，这个盛产处不知道花多久时间才行哦。好啊，所以啊，我们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角色啊，速度让它变得更快，然后去抽更强的宠物啊。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有时间我会再做一部影片，各位观众可以再稍微期待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啊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观众们，可以帮我点个订阅，再帮我点个喜欢哦。甚至，你也可以分享给你们的亲朋好友。好，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